单独的恒温器控制压烫温度， TLC 系统可以设置循环时间。二，双工作战设计，一人可操作两个工作台，避免时间的浪费。三，先进的带角折叠技术，不会露出带角，是手工烫不到的效果。四，每人每天八小时可做3200个带，1600条裤子。五，最大尺寸可达250×250毫米。六，带口模具的制作非常简单，制作成本低，时间短，根据客户的要求可折烫后果不同的布料。七，可折烫圆形、方形带片，并达到完美品质。八，快速灌模无螺丝设计的模具，锁定解锁装置，模具更换简单快捷，保证了产品产量最大化，提高质量，可以增加蒸汽配合电加热折烫效果更好更快，弹力布料同样效果。产品运用工作服、牛仔、迷彩服等口袋折烫。